下来，啊，接下来我们应该要 say goodbye 了哦。现在已经2:30了，现在几点？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看错时钟了。啊，很快 say goodbye 的时间就要到了，带来新的不一样的晚安曲，哦、晚安曲了。带来不一样的那个说再见的歌，以前我101首了，现在我102首了。接下来带来这首歌叫做《好的晚安》。我讲这歌名的时候都被我自己吓到，我怎么会唱这首歌？还是要练习嘛。其实我是因为听到隔壁那个微光姐，他们一直在唱我的歌，我就很生气了。不要，我不要再唱那些歌，我唱别的。结果难到自己。好了，如果没有意外的话，这就是我的最后一首。那等一下，我们还有一个更厉害的歌手叫左勋右勋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他的歌？他有一个乐团叫阿丹打篮球，之前有跟他们打过篮球吧？阿丹打篮球在东海国中那边，晚上10点都会打，晚上10点就关门了，东海国中。OK， 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带来这首《好的晚安》哦。唱完的时候，你们不要真的回去呢。你们可以在这里小小睡一下，我在唱歌的时候，好的晚安，你就睡觉的。他来的时候再听，好 ，OK。接下来带来今天最后一首歌曲，叫做《好的晚安》。
在说话的朋友。好的晚安，你不用回，我觉得我真的再次见到你了。好宝贝，这肯定是梦，做了这种有那 delay 超大声，永不再说话的朋友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没安口，好，没安口。啊，那就是大。看呐，你不能讲话。好了，我还是要带来101首呢，不可能吧？好，现在。